同样在养眼新媒体按要发展，直播媒体天天的讲见全部头摆按好的时态下，有人一面机来操作。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近半夜发行的数字一样杂志《翕翕相》的创刊号，表现出一场跨时代客家文化同一样的艺术综合表现。长悠悠的田桥顺、九凤、竹管凤、水凤、土味兰香，看到当当眼。马道青苗古一杨树，一家乡董事阿比白的世界。去到舞台顶顶方，夹文石子、拍斧同塑料杯机，仿佛的感觉可能是一眼时。有一张一张的摄影作品，都在讲董事长期人物阿比白的想象空间。也都熟透反映人物从影入影杂志翕翕相创刊号。一个比较抢眼的，可以使得用你改变对客家的印象，然后可以感受到客家的流动性跟客家人的变化，其实是因为会跟着时代的不同改变，它会有不同样的呈现，其实没有一个很刻板的样子。强调用影像来发现客家世界，翕翕相创刊号当中的摄影作品，每个都有。对科技艺术展览，到台湾全世界客家观点，表现出跨时代的客家摄影意象。翕相间用咩来看？所以佮看到的东西哈，确实会老平常人看到的无空档。啊，佮他做出你只作品的度，啊，佮他只可能系唔多好边看到诶，可能系看得呢。不过透过翕相间，佮认真老远做出来，你是在看到讲，原来最终爱角度来看客家。托插子当中，每看得到繁衍演文合法平演，按多种演员的文史解释，希望托一下让演新媒体按时的时态，一张一张相片也是一记，本面中暗演吃菜叶来演示客家。好，新闻连经由傅粉芝台北报道。